我要领这个，这是什么？补给用专业闪光弹。补给，我补补给给，哦，补补给给，用，补给用，不原来是给叫哦，补给用，补给用。我不加崩，哇，你不加崩，哇，我等下还想飞。我不话庆忌啊，随便来一个。好，准那有人请，你不加，比那个没子弹的好啦。对啊，还是要深一点，自己可以调。你们好好上面啊，我要沿路采访。我看到红色那个红色鸟，我要抓。哦，是什么好什么灵鸟？对啊，好可爱耶！你什么都可爱，就魔物最丑。那个龙很丑啦，剩下的啊飞走了。哎、欸，你的营地还没开哦、喔啊。对啊。又去开啦！啊，他吼我！我想去营地吃饭都不行。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龙啊？炫鸟。炫鸟。你打过吗？你不是有打过？你看过他吗？你看在我前面呢、欸。你之前不是看过他？对啊。可是他现在射。那个摄影棚的反光灯没有打开呀、啊，看不太出来是他。好，反光灯没开啦，闪光灯。对啊，闪光灯。不是平常就反光灯。啊？他们照相机还没开闪光。哎呦！我要去营地找你们会合。啊！找我们会有营地、啊、要干嘛？你空杀回？你们不是在营地等吃饭吗？没有啊，我们说上面的营地你怎么还没开？不是在营地等吃饭啊？哦，我还以为要等我过去开营地然后吃饭。你一定要回去开，要回你的集会所开。骑车喽！你刚玩的时候我都有跟你讲，他进去过了。啊，就好。他、啊、探索过，要探索过营地，他才打训练的时候就要打草找营地啊。嗯。哦，对哦，要开风飘龙，收集他的唾液。为什么又被打下来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杰克、啊。为什么？我没有，我刚刚通常弹打哦。我刚根本没打到他哦，我用通常弹而已哦，我从来没在上面飞超过三秒哦。他为什么自己跌倒？为什么？为什么？可恶！不会破坏啊！你们看到这个，这就是你下一把弓。就是他吗？对。他长得还蛮好看的耶。他就很帅啊，很帅啊，真的是很帅。该掉下来了，下来啦！错你哦！啊，他身上能爆都爆光了啦！我是不是差不多该抓他了？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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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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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很斜，这边很斜。抓了！你们是用什么？你们是用干嘛？不对不对，繁星跟我讲过了，我想到了。哎，我用什么抓？来，请问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什么？什么什么陷阱？我想一下，我知道是陷阱，可是我有跟他讲啊，他现阶段做不出来，因为开始用陷阱的任务是要在大一种那边角龙开始才会有开始做陷阱的那个材料。嗯，哇哦，我拿到逆鳞呢、欸！我也拿到逆鳞。哇哦，我有逆鳞哎、欸！哇哦，这逆鳞真好掉 啊, 啊！一定是因为我没剑三啊。对啊，我好像没有逆鳞的。哎呀，你看我们三个没有装剑三都有啊，是不是？这就是差距。请问一下，给本大爷笑一个是哪一位？叫酱油。他就是酱油，他就是不取正常名字，喜欢取一些怪怪的名字。哎、欸，我跟我的猫是情侣名哎、欸。
哦，你说少女麻痹，滚边吃。所以你是给本大爷笑一个，然后你的猫就呛你。我的猫呛我，难受。怎么那么 M 啊？自攻自受哎、欸啊。怕没人呛你，可以来找我们、啊。不得了。这只猫以后一定大有作为。哦，哇哦！设定完毕。哎、欸，这是你们可以进来的意思吗？进来设什么勾？因为他刚刚叫我去探索啊，可是我可以开四个人，那就是可以啊。嗯、哦，任务开始，陷入谷底。好，你先去出发吧，我才能进去。好，深入谷底，看一下谷底就是打残爪吧？应该是吧？可能吧？就是吧。我拿或许是吧。要，残爪太灵活了。这里是那是矿吗？我要去踩它。慢慢踩啊，等下就不要被毒死哈。啊、嗯！爬什么啦？警告过你了。可是我看一下，这里好毒，可是你想这个好像不是矿哎、欸。不然那是什么？头颅？这是什么？这是瘴气之骨。对，我知道那是瘴气之骨、嗯。我们大家都知道，地图名称就叫瘴气之骨。他上，可是我点他，他写这是瘴气之骨、欸，哎，你去啊。然后呢？那我去看一下好了。所以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说什么？对。你以为又在刚刚漂漂亮亮的地方吗？我以为那是矿。这是矿啊啊！因为它长得很像矿啊。什么矿？你是说地图上面点下去很像长矿的样子吗？对啊，地图表它是紫色的，然后中间一个黑的。你以为想挖矿啊？还想去资源世界挖矿啊？好想要矿啊！晚安，晚安。晚安。晚安。噔噔。蚂蚁搬运的货物。有，不用解释了，我有跟他讲。哇，耐裂珠，对，要装耐裂珠。不用啦。会流血啦！你穿那个啦，不动衣装蹲着就好了啦。不要啦，我不要流血啦。不会流啦，你吸血真的吸得回来啦。我这个没有吸血啦，换一件啦，改血啦。好啦，我换一把啦，很久没玩其他武器了，换一把啦。那你穿那个啦，自套龙套装，再配那个恢复体力的珠。不是快哦，这里应该就是谷底了。为什么你会比我快啊，我的 partner？ 他就喜欢走在前面被抓走，然后叫你去救他。好像是他会做的事情。我不小心跑太前面啦，救命啊！他又跑啦，他又要被抓啦。我觉得我的 partner 智商有点低。不是那个阿姨会被抓走吗？没记错的话，那个阿姨也会被抓，还不是为了救你？对啊，是吗？可是我是为了救我的 partner 啊，所以是我 partner 的问题。你可以不要救他啊，放他一个人生活啊。阿姨，放他一个人自由啊，放他一个人去死。Hunter， 你已经被抓两次了。欧巴桑，这配音好熟悉哦。啊？刚刚那个阿姨救我们，然后我的 partner 很大声的喊了一声“欧巴桑”。他用日文。对，好熟悉哦。哎、欸，我可以发出救难讯号了，我看一下。没有，我可以直接进去了。
啊，真的吗？我们可以在外面等啊。好，等一下。买了。没有，我要进去 2.6， 然后坐在营地。直接调高难度。我进去死一死。三炮出来。为什么好残忍啊？哦，然后瘴气啊，你可以丢那个总火石。总火石。它就会消散，消散。你要跟他讲说丢地板。然后那个火丢地板，烧掉。就这样。我怎么被烫了一下？因为我丢这个。原来，光台捡光台，好捡药草。好哦。杰克的马尾在空中甩。难道你的不是吗？你是在地上，地上吗？是鬼畜的形状的这个马尾，我三小，这是谁？这是谁？我要打他吗？怎么杀小是啊？啊，忘记吃饭了，我吃个饭啊。你加油，卖啦，卖啦！来喽！哎、欸，怎么有亮？这边怎么了？那个蓝色是什么呀？我的，它的虫子。别问说虫子怎么长这样子，你怎么知道？我想问这个。你都长这样子，你问虫子长这样子？我是问他怎么长这么好看。好了，加油加油！哇，他是狗吗？有啊，你在骂他哦？你说背上那只是狗吗？你可以认真搓吗？把它搓下来，我都没看你在搓哎、欸。哦，没有，我想说让他根本不会啊！好好给他，让他，拜托你骑在上面，他怎么瞄啊？你骑在上面，他更难瞄吧？哦，我搓下来，我搓下来，下来了。射他屁股。他断尾了，是不是断尾了？哦呦，你很胖呢、欸！哎、欸，我流血了，注意哦，我要吸回来喽。哇，一下都没打到，真棒！真棒！哇，你一直打我，你知道吗？啊，我刚打而已。你一直打我呢？哦，拍谁？哦，对不起，那是影月，对不起。应该是我在连砍的时候吧。我刚才在天空上而已啊。哎呦！然后不给我吸，我要死喽！有另外一个人要死喽！我也要死了。我会死啊！哦，没事。我刚刚被撞一下。再不喝水啊！我喝个水。在这里哦。在这里哦。累了，他口渴了。在这里哦，累了，好可怜哦。是不是该抓他啦？还没吧？可以啦。欸、不对，心跳停了哎、欸。没看骷髅头了，真的看不到骷髅哎、欸，好奇怪哦。我看到了，我已经看到骷髅头了。好啦，哎、欸，酱油皮剥一剥啊。他的掉落。哦。这里啦，哎、欸，逆鳞，谢谢，谢谢，谢谢逆鳞。哎、欸，我没有，我是不是掉了？你没有剑山啊？是被偷安装啦。哦，你也没删。哇，我被安装了。哎、欸，不是在这边呐、啊，他家在这边呐、啊，我想说要去哪里啊？不要射，不要射，不要射！要抓了，要抓了，要抓了，要抓了！我忘记怎么跳到他背上了。欸、有吗？好，我这边两颗，我丢完了。看一下，哎、欸，这样会不会觉得游戏很简单啊？没有，我觉得很刺激哦。没有啊，之后还是会叫他自己去刷啊。好，所以我刚刚说刷泥鱼龙，他可以自己去刷啊。嗯，装备帮他充起来，叫他去刷材料就好了。就让他自己练习自己在打的状况。对啊，我会验收哦，我这个人很严格哦。金叹号，你是指进来然后看我打这样吗？哇，又一个逆鳞，果然没有剑山有差。哎、欸，两个逆鳞哎、欸。哎呀 ，iPhone Planner， 你不要再找我麻烦了，拜托，你能不能好好在这呀？不
拜托，拜托，拜托是什么？拜托，奥巴桑！我要剧透，好出戏哦，这个配音。那奥巴桑是你吗？当然不是我喽，是你吗？我在后面看。我说那奥巴桑是你吗？你妈妈丁木啊啦！你居然叫我妈欧巴桑，你不想活了？你这个 partner， 不然要叫什么？其实我觉得是配音问题吧。你可以听魔物语啊，对啊。魔物语是什么？都听不懂的吗？对啊，魔物语是乱讲话的、欸，你切不了了吧？不能切了，他要重开吧？还可以吗？那我下次要切。我记得可以直接改吧，在标题那边应该可以改吧。对啊。妈、哦，你怎么没认出我来呀、啊，妈？没有啊，在骗你的啦。不是玩魔物猎人吗？是啊，应该是吧。我要去练习一下，我忘记怎么用。说直接骑在人家脚上，啪啪啪啪啪啪，插在上面，不是左右剑一吗？啊，白痴，你不是键盘？哦，我们在玩剑三哦，啊，我要前往训练，啊，叫斩斧嘛，嗯，玩一下，忘记怎么骑在上面，太久没玩了。要说很容易啊，我记得很容易啊，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说很容易。对啊，但是现在就是忘记了、啊。这个是要变形之后，要变剑形态吧？对啊。啊，骨龙死在这儿。有属性解放我会，然后。看看，啊，所以其实这个生态域就是龙的坟墓啊。没有，我的莫德说，陈爪龙老师还没训练到新人，哦，那个毕业生达到住院了。云月，你变剑形态之后，嗯，然后不是有属性解放图示？对啊，进去之后狂按左键，刺进去之后。不是他跳不起来啊！我主要是要跳他背上，这一招我会， oh. 这一招我会。我记得以前我可以很轻松跳到他背上。把毕业生把东西都还给残爪龙老师了呢。对啊。这样子。我觉得我的 partner 就是个吉祥物哎、欸。我觉得你也是吉祥物哎、欸。我觉得没有啊，我觉得我一直在救他。我没在救你啊，对啊。我就是在学习、啊。不然你进去打打看，你打到一猫，我们再进去帮你好了。什么是一猫？就是回死掉一次，被猫送回家一次。嗯，我觉得这可能很快，我试试。不然二猫，就直接站着，我不动了，来猫我吧。直接不动了，直接死亡，可以进来了吗？那不然你把龙打到回家睡觉，我们进去帮你抓。回家睡觉，他我说把龙打，他是不是也会？不会，你打太久他会跑掉，他觉得很无聊，想回去打剑三。剑三真好玩，对吧？龙也这么说呢。我好想练充能符，但是不会玩，不太知道怎么接。充能符很复杂、欸，我之前也有玩过一阵子，就、嗯、感觉很帅啊，超帅的。是啊，是蛮帅的啊，但是很容易空大啊。我自己玩是这样啦。我蓄力说。高输出属性解放斩，我要去古代树森林喽！要找熊打火龙喽！打火龙打什么？回旋斩！啊！不会接，可恶！
我要怎么跳到背上吃啊？这里能不能跳？其实我以前蛮容易跳上去的啊。对啊，以前说带我走之类的。我也来玩一下好了，你，斩吉符，这样子，弓箭吃的珠子是什么、啊？我记得不是有一个是加下一阶的，我有点忘了。弓的珠子，巧，五代龙人，弓，强弓吧，强弓一定要，强弓珠。这个时候剑形他，解放斩，充能符还好，那应该是你对充能符熟悉吧？嗯，这样快出来喽！这什么？这什么龙？蛮恶龙哎！打你打赢他的话就毕业喽。好，我打他看。你真的要现在打？他走掉了。应该是去找火龙吧。火机，啊！拍死他！干嘛啦？他来咬我了。